哎，我跟你讲，你刚刚很拽，对不对？嗯。其实你衣服穿反了。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叔聊怪兽，我是 Pop Ken， 今天要跟各位带来的是机造的这个历代机械哥吉拉的组合包。啊，疲れ、なんだバカ。继续啊。就组合包就是所有有出过的机械哥吉拉就是机造就是出一次，然后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小盒子啊，就像这样。OK， 那我们就一起将内容物开出。OK， 我们已经将所有的内容物拆出啊，就依序来说的话，就1974、1975、1993、2002、2003、2018。那1974的话，涂装就比较普通了。到了1975，让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它这个电子脑。你这个啊，只要把它扭开啊，好插进去就可以了。哦，电子脑。然后再来就是1993啊，就比较普通啦，这身上连颜色都没有，这真的是稍显普通了。那没关系，机造嘛，好吧。那我再来喜欢的、啊，就是这个机龙啊。其实这个机龙它尾巴不是往后这样站，这样不是对，这样才对，那种动态感特别好。它虽然是小小的，像卤蛋大小，但是谢谢光临，就是机造的特色。然后再来就是这个2003，它就是战损的眼睛啊，在这里，然后跟一个钻头，然后可换手，这个要特别小心啊，弄丢了就没了。然后再来就是2018，这个真的就是悲剧啊！为什么叫悲剧？它还没出厂就被哥吉拉给射爆了，所以也没什么人知道这个2018获星的机械哥吉拉到底长怎样啊、它目前就只有出一个大的软胶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啦。那这一只它的涂装就比较考究啦，就是它分色用比较多一点啦，比较多也是两色，就多了一个青色，勉强讲还有红色啦，就眼睛。那大概就是这样，我最喜欢的啦，就依次来说的话就这一只，然后第二名、第三名。所有的哥吉拉啊，我是非常的了解啊，这尤其是机械的根本就没什么。你说你每一只哥吉拉都知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啊。嗯，那这一只呢？你知道吗？知ってる？可怜的是よね。太快了、你们知道吗？哎，明日香。嗨。你不骑脚踏车要坐在我旁边，你知不知道坐在这就是要介绍玩具？你有自己的玩具吗？当然よ、私の飛行機。メタピルトですよ。可动合金呢？哇，那这个呢？没有了吧？开始。我们就一起进入细节展示阶段。
观察完细节展示之后，各位是不是非常喜欢大叔这次所为你带来的机造的机械哥吉拉系列啊？我分得清楚什么叫机造，什么叫做超机造。哎，林佳，嗨，今天很拽是吧？脚踏车不骑，什么玩具都有。兔子有。这个你可没有了吧？大叔聊怪兽就为你播放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大叔期待已久，然后我就是，我忘词了，你还在吃啊？哎，我跟你讲，你刚刚很拽，对不对？嗯。其实你衣服穿反了，还抠死了嘞。之后大叔会持续为你们开箱更多哥吉拉系列模型。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开箱影片，别忘了按下喜欢。如果你想追踪更多哥吉拉开箱影片，也别忘了订阅大叔聊怪兽，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